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逸翔。那么看到这个厚重的外套就知道，因为冬天实在太冷了。但是呢，令人值得高兴的是，冬天终于要过去了，夏天即将来临，所以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外套给它丢掉。各位，夏天来了，一起跟我去海边去冲浪吧！耶、！马上进入我们的报告事项。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火把的成长班课程终于结束了，将近呢四个月的课程，那么弟兄姐妹都上课了，非常的辛苦，花时间来上课，那这个很开心，第一届的学长学姐都毕业了，所以呢，我本身也非常期待参加这个课程，然后呢，义伟就帮我报名了第二届的成长班，我是很开心啦，因为呢去那边上课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尤其我听说那边的师资阵容非常的坚强，有什么惯例啊、小鱼姐啊，这个都是听起来都很严格的，所以呢，好像还不能翘课。好了，还是去上啦。其实我是蛮开心的啦。那我们的火把艺术学院也开课了，这个课程呢是非常的棒，因为从小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到比较艺术方面的，可能只有美术课啊。然后呢，体育课啊会比较多，其他都在学习多因素。那现在开这个课呢，其实有很多像是画画、戏剧、音乐方面的，可以让小朋友呢有多元的发展，让他们知道哦，说不定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，有这一方面的天赋，可以来学习。所以呢，赶快那个来报名，其实报名已经截止了。那如果你现在要生一个的话，那就三年后可以报名。哦，好。差不多了。4月28号，你一定要来主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讲员。这个讲员可能我讲名字你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想先问你有没有听过《美女与野兽》《阿拉丁》《狮子王》《花木兰》这些知名的动画，一定有看过吧？有看过哦，不要骗我哦。好，这个这么好看的动画呢，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工程。就是那些动画师，所以呢，刘大伟弟兄那是就是一个动画师，他制作了像刚刚讲的这些呢，都是他的作品，非常的厉害。那么没想到本身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跟我一样啊，基督徒就是优秀，就是不一样。好，题外话嘛，那这次他来我们教会呢讲这个信息，其实呢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也可以跟他分享他的故事啊，他在工作上面如何呢跟他的信仰取得一个平衡。我相信呢，你如果来到我们教会听到这个信息，就会获得很大的收获，而且呢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就可以邀你的朋友说，哎，来听我们那个有一个很棒的那个动画师要来讲信息啊，他一定可以打动他来，这样子是不是又把人带来信主了？这样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传福音啊，传福音其实就很简单嘛。Wonderland 爬过全家出游日啦！哇，这个讲到这个小孩子最开心了，因为呢，小孩子这个在家里很孤单，都只能看电脑在那边，1+1=Kiyomi， 2+2=Kiyomi。好，不要乱做了。那么呢，我觉得父母呢应该要多多陪陪小孩，对不对 ？Wonderland 爬爬扣全家出游日报名对象，欢迎家中有孩子的父母与孩子一同出游，从0到12岁的孩子以及父母都欢迎参加哦。活动的时间在4月27号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我们在飞牛牧场有一个很愉快美好的一天。让我们统一搭乘游览车，早上呢8点。准时在东山门集合，那你可以也可以体验到第二次的童年，对不对？童年就是要这么快乐嘛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多好啊。那接下来呢，4月28号我们主日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家庭义走。 OK， 讲到这里我要请到我的那个老婆，好，请到我的老婆那个 Mary 进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儿子，好， Andy 先进场， Andy 跟大家 say hi。好，他还不太会讲话。好，那 Mary 就是我的老婆。对， Mary 你好吗？那个家庭义走呢，我就可以带着我的老婆跟小孩，因为呢家庭是很重要的，鼓励你邀请亲朋好友，穿着白色 T 恤牛仔裤，我们在下午1:30集合，集合的地点在中正纪念堂，
一定要这个支持我们的家庭义手，好不好？永不放弃祷告会之信心之夜，在4月25号晚上7:30到9:30，在我们的火把办公室。经历神议会开始报名，时间在5月11号到5月12号，地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1楼集贤厅。报名的资格，我们以第一次参加营会者优先报名。禁食祷告退休会开始报名，时间5月18号早上9点开始报到，地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B1 新月厅。报名的资格，每一小组第一阶段开放3人报名。2013火把领袖特会温柔的力量，第一阶段报名开始，我们到4月30号报名截止。活动的时间在8月23号到8月24号，报名的对象就是我们火把教会小组之弟兄姐妹。我是在2009年3月来到火把，当时是因为大学4年级必须要实习而上来台北。然后在台北的时候，妈妈就鼓励我和姐姐说，你们要找一个你们委身的教会。于是呢，刚好杨牧师就是我在高中营会当中的讲员之一，然后当时他的讲道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，所以我就决定，我们就想说，哎，刚好杨牧师也出来开拓教会，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来火把看看。当我们一来到火把，我们就发现，哇，我们非常喜欢火把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看到，就是学校有打工度假，到澳洲打工度假的资讯，只要存10万块就可以在澳洲生活1年。于是呢，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，那我毕业之后我决定我要到澳洲1年。然后没想到就是我就开始打工啊，存钱。可是到毕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钱还是不够。于是呢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就说我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想要去澳洲圆梦。然后于是我妈妈就说，你自己祷告看看，如果上帝同意你去，那你就去。于是我就跟上帝求说，第一个就是可以请他为我预备机票，第二个是请他为我预备第一个月的生活费，第三个是请他为我预备一个旅伴，可以跟我一起一同前往。有一位原本一直极力反对我去的一个亲戚，他突然就跟我说，好啦，就是少年人嘛，要出去，那我就赞助你机票。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我妈妈看见我就是很迫切的在为这件事情祷告跟祈求，我妈妈就主动说，好吧，那我来补足你剩下不足的金的旅费。结果呢，第二个问题也这样解决了。我在网上就认识一个女生，她就跟我们就约定好说，哦，我们要一起出发。就在我们决定好要出发的前一个礼拜，她突然跟我说她不能去了。那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紧张，我想说，哇，我第一次出国，而且我要在香港转机，听说香港的机场非常的大，我怕说如果我在香港迷路，那我坐不到飞机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于是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不是说要让我去吗？结果呢，很奇妙的，就在隔一天就出现一个我又认识了一个女生，然后她刚好要跟我去的地方是一模一样，而且我们的航班行程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感谢主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哇，神真的是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。有一堂课呢，是我们要勾选自己的罪，然后当我在边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心里面就觉得很就是怪怪的，而且有一点点就是不安，然后就突然越勾越就开始掉泪，就觉得说，哇，自己怎么这么多罪，就是很不配就是得神的爱。这时候呢，就我觉得很奇妙，神就对我说，他说，孩子，我是爱你的，而且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，然后在这当下呢，他就用喜乐的灵来充满我。我认为爱呢，就是要毫无保留的付出，然后无条件的包容，还有适时的聆听，跟无条件的给予。然后其实呢，在我生命当中，我经历最大的爱呢，就是来自我爸爸。就每当我只要上学要迟到的时候，我只要到他房间摇一摇他，他就会载我去上课。或者是呢，我不管我多晚下课，他都会到补习班或者是到学校来接我。其实呢，我也很爱我爸爸，我非常就是渴望他可以能够来认识耶稣，我很渴望可以将这个福音传给他。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会在他心里面动工，我相信神也会带领他一起来到教会，然后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主日。
天天爱耶稣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，然后将耶稣的爱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和家人。天天爱火把就是跟随杨牧师的脚步，然后一起见证耶稣改变世界。我们的火把主日即将开始咯，请预备好你的心，手机关静音，一起来享受我们的火把敬拜。